片，然后你看着他。凭什么说我不是故意的？不要封杀我。好，第一位邀请我们来自南部的伟强老师，用掌声鼓励。掌声鼓励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叫伟强。这个二十分。今天，今天团体也很多啊。然后我觉得，就是你想要把你的舞编好的时候，我觉得你的基础啦，还有你那个跳的元素要知道啊，就是怎么讲？就其实有些团体，我觉得可能就跳起来，就是你有一些剧情啊，然后有一些可是会完全看不出来在干嘛，对啊。然后像最后一组这个还蛮棒的啊，就是基础也很好，然后态度也很有，我觉得就是要类似像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！谢谢伟强老师的奖。